台湾啤酒洋将夏普又带领球队拿下二连胜，赛后开心拥抱黄宗汉，左记者陈志取舍。记者林月甫综合报道。第15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战绩低迷的卢主台啤下半季改找新洋将，31岁206公分夏普前来助阵，更成为台啤本季的洋将，解答三场平均能贡献24.3分、13篮板及2.3助攻，并帮助台啤连克富邦、勇士及龙头玉龙，拉出二连胜，也保有拼抢季后赛门票的机会。台啤本季先找李恩前来助阵，但他缺少进攻主宰力，随后又聘经验丰富的赫夫，只是他打了四场比赛状况太过低迷，农历年前便卷铺盖走人。夏普过去曾在 NBA 2008-09赛季例行赛出赛八场，随后前往菲律宾、中国 NBL 发展，此次来台讨生活，夏普展现认真态度，还曾在半夜和队友成立换积极练投，果然对上强敌玉龙之战，他投进五颗三分球，拿下31分、13篮板。台啤目前战绩8胜16败，落后9胜14败，台银仍有1.5场胜差。台啤本周将对上达兴、富邦、勇士，得持续力求胜利，才能跻身季后赛之列。夏普中打球积极，记者陈志取舍。